在进入下一个游戏环节之前呢，我们先来进行一个热身。这个热身很简单，就叫做招式接龙。招式接龙游戏规则：两队各派出四位高手，八人交替站定，第一位高手出招，后续高手们按顺序重现招式后，再叠加自己的招式依次传递。哪队选手无法重现动作则失败，本轮获胜的队伍将在下一轮获得选择对手的先发权。招式接龙，第一招，大哥请。哇，真功夫了啊！哇，小心，完了完了，哎呀呀！其实可以秒杀小王的，如果你最难的话秒杀他了。来了来了。这招叫天外飞鞋，对吗？大哥，何必呢？何必呢，大哥？这好难啊！大哥，这招真的好难啊！不飞鞋不算，对不对？对。从小圆开始接，真的一定要玩这么狠吗？那只是个意外啊！好。加你一个，加一个，加我一个，我想想，什么招数？这叫什么？接鞋360度无敌，超级转体，不得了！你难的不是动作，你难的是这个名字，谁记得住？关键是不得了，不得了！好。你们小心点头啊，我不知道翻哪儿去了。大哥那动作是好，哎，鞋不得了，你被小王秒杀了。我就当我接住了啊，然后那我自己的动作，我这招叫那个章鱼赛跑。哇，章鱼赛跑，大家请看秘密绝望的眼神。秘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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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赖我。一脸生无可恋。好，我们掌声鼓励一下秘密好不好？这一上来是怎么着？是这样，第二个对，天外飞鞋，然后好，飞出去了，飞了好远。第二个，当我接到了啊，当你接到了章鱼赛跑，章鱼赛跑，往前跑，在原地挣扎的章鱼。好好 ，OK OK， 做得到了，做得到了，再到你一个。嫦娥奔月，嫦娥奔月，嫦娥。你可以的，可以的 ，Come on man。我是个男人。那你做一个 man 的版本。我下不去了，我恨你的。大哥，这鞋算是把人给坑了，坑了，坑了。哇，热吧？差点中了。哦。这裤子有点问题，等会儿。我想在这边拍一个。之前的章鱼伸出的是侧腿，现在伸出的是两条前腿啊。能动不就行了吗？Come on， 有节奏，有节奏。嫦娥奔月是吧？我真的有点怕你裤子啊。
行了，这叫嫦娥卡裆。卡裆。嫦娥卡裆。对。卡裆之后呢？涛哥来个秒杀的。秒杀了，后面就没东西玩了，你知道吗？你做一个我能做的，你做一个我们能做的。做这个，做这个，这个。哇！很棒，很棒。很帅。没得玩了，没得玩了。这个叫地陀螺。我以为地球溜。光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等会儿，我收拾一下，收拾一下。你还有一只手，不好意思，满地都是你的味道。我对了。喂，好。哎呀，哎呀，疼！哎呀，啊！哎呀，哎呀，卡档了。喂，我觉得可以淘汰了，我觉得特别的侮辱。嫦娥卡裆。可以，我自己这个厉害了，秒杀。对。好。你这个是秒杀你自己，好不好？芊芊，哇哇！王源接得到啊，反应好快哦！哇哇哇！哦！啊，他好像要弯到后面去。还有第四张。哎呦！哇！你这个差跟我有的一拼啊！嫦娥卡裆，卡裆，卡裆。你这个是这样的，是不是？对啊，我没错。这样转过来的。对，算过。然后那招厉害了，我跟你讲，一般人学不会。错。好。自己的一招，还有自己的一招。提醒一下你，只剩一个热巴了，出不出绝招看你的。你来一个他完全学不了的，你就赢了。睡了就不好了，大哥过来出招来了。你要么后桥，要么前桥。他学过舞蹈的。他不会这个应该。我讲这个他已经懵了，他应该不会。他现在是装懵还是真懵了？不要了，我做一个刚刚我做过的，他肯定做不了，我觉得。哦，你肯定他做不了，你确定？我觉得他肯定做。哇！这招是什么？这招就是叫做你做不了的。你先活动活动，犹如死尸。可以。怎么都在你身上了，这个胜负。没掉，你这是唯一一个没掉鞋的。哦，哎，你搞事情啊，热巴！哇哇哇！耶！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东西？我跟你说，哎呦！哎呀，我跟你说，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东西？哇，好简单哦，很难的啊，这个，好难，哎呀，头疼。下一个比较容易的，对不对？你能做吗？你能做吗？你做了你就赢了。哇！大家评判一下，算完成吗？打平。
哎，是不是我还有一个要让成龙大哥做到？你还想虐待大哥啊？不是，你现在可以做一个让大哥做。我就。大哥，你就先做一遍。大哥，这个动作什么意思？你知道吗？两个手一起，是 vivo 的意思。vivo 2000万柔光双色照亮你的美啊，特别。大哥，大哥，我要的是大家亮出真功夫。啊，很简单吧？啊！哇！哦！大哥，大哥，大哥，小心腰！大哥的腰！大哥！前置2000万柔光双摄，照亮你的美。本节目由 vivo 手机冠名，王牌补水快享水润，温碧泉一号水邀您参与节目互动，补水就用温碧泉。本节目由好口腔吃出幸福感的云南白药牙膏特别支持。我要来吗？张欣好，我觉得。哎呦。回不来了，放开他，他回不来了。好，这样，既然两队打平，那么接下来拥有优先选择权的，根据场上的人数来定。功夫队偏少，所以由你们来选择自己和谁进行对战。好，我选弱点，我回去。好。那我就要你回来，来吧，第一轮，找个人跟王源一起来，好不好？子韬，其他人都到后面观战。这一轮